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，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，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时，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，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。也许吧，想多了，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，现实啊不复杂，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，承认吧是我傻，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啊，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再说，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。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湖。